还没开始做饼干，先展开鼻头面粉战。你以后就知道了，女明星的脸这样白白不好看。斗鸡眼看自己的白鼻心，可爱举动笑翻张琪慧。女儿阿宝已经四岁多，超活泼个性，完全展现水瓶宝宝的古灵精怪。张琪慧抱吉他开心弹唱，阿宝也跟着旋律跳得忘我，音乐细胞和综艺魂完全复制妈妈。我们都是我们都是还好妈妈脸是真的亲子互动零距离，阿宝也很能做自己，但孩子难免闹情绪，张琪慧也有一套育儿技。我知道你想，我让你十分钟之后出，我让你十分钟吃，你帮我手机拿来，我计时。在小孩面前直接按下计时器，建立信任，说到做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琪慧，我现在在 TVBS 的《当掌声响起》。